街式的车呢，算是我觉得很漂亮，而且对 Maserati 而言呢，它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 Maserati 呢，它等于就是会让人家联想到它最擅长的就是 GT 跑车的领域。虽然它一开始呢也是以做赛车起家，但是它从1947年从这个 A6-1500 开始，它就是开始推出 GT 跑车。那当然我曾经试驾过几款个人觉得算是还蛮特别的老 GT， 就好比说在90年代那时候的 Biturbo， 然后 Ghibli， 然后 Shamo， 然后以及就是比较新世代的 Gran Turismo。 但是我试驾上一代 Gran Turismo 的时候，最早是在2007年，但是在整个 Maserati 的 GT 领域里面呢，它已经就是维持了75年。所以我今天试驾的这一台 Gran Turismo 呢，我觉得特别的棒。这一台车呢，等于是 Launch Edition， 所以说它有多了一些特别的 badge， 好比说在轮圈的部分呢，它就有一个 Maserati logo， 旁边写75周年，就是象征它在 GT 跑车领域已经有这一个时间。那么在造型的设计上，我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一次的新世代 GT 呢，怎么跟上一代有一点点像？事实上，我当初看到照片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这一次看到实车呢，你会觉得其实它整个线条的刻画还是比较精致。那我跟这个就是他们的设计师是韩裔的设计师，那跟他在聊的时候呢，他有提到，他说因为就是大家对于上一代的 GT 呢，那个记忆点很好，而且大家觉得现在看起来上一代 GT 其实还是很漂亮，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保留一些就是原本的元素，然后再从这些元素里面去突破去创新。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代 GT 呢，在侧面线条有一点点就是上一代的那种风格，但是在整体来说呢，它在设计上已经融合了就是新世代的风格。那什么是它新世代的风格呢？我们其实如果从这个2020年9月，就是那时候 Maserati 等于是一个大改革，它除了宣告它有一个 Fogoro 的电动车子品牌以外，它等于就是让整个产品力全部更新。说真的，在 GT 跑车的定义上呢，它必须要能够把豪华跟性能的这些元素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在内装的设计上呢，其实当初啦看 Press Kit 的时候，我就一直很好奇，因为原厂说它要把头等舱的那一种元素融合在这一辆 GT 跑车里面。那当然 luxury 的这些话语大家都会讲，那怎么样做出来呢？我当时就很好奇。可是现在呢，我看到了新世代的 Great Gale， 然后包括今天试驾的这个 Gran Turismo， 我觉得 Maserati 它其实就是那个进化呢，是会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你知道现在的 Gran Turismo 呢，它等于也有 Fogoro 的电动车，所以要对应到电动车，它在界面的设计上呢，它必须要让你觉得能够吻合那一种未来感。那相较于上一代的 Gran Turismo， 因为问世时间有点长，就是从2007一直到现在，其实也超过了15年头。再看到现在的新车呢，你就会觉得，哇塞，这内装感觉真的超棒的。那当然有一些元素，像是12.3寸的数位仪表，那中控台结合它下面一个8.8寸的这个数位界面，就整个看起来像是一个曲面的大萤幕。这个部分呢是跟 Great Gale 是一样的，那包括它的智慧的数位时钟功能性也是一样。可是唯一的差异是在于这一台车呢，它有 OTA 的功能。那尤其像我刚才提到的，我试驾的版本呢算是比较特别，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跑车座椅前后哦，上面除了有 Maserati 的 logo 以外，还有刺绣75周年，就是向它 GT 跑车75周年致敬。我觉得这感觉很棒，因为你知道
买这种高级车呢，除了你自己开开心、自己开的愉快以外，就是在这种细节上，你会觉得要讲究一点点，因为这样才能够足以衬托出高级。除了这些呢，你还能够借由它的科技展演，让你觉得你开的跑车呢是相当的新潮跟新世代。新的 Gran Turismo 它在开发的时候呢，除了有 Figaro 的电动车以外，它也维持了汽油引擎的配置。那比较特别的就是，它为了要符合它这个纯粹 GT 的特性，它这一次呢，等于就是汽油引擎都是维持 V6 Twin Turbo 的设定，也就是 Maserati 用的 Natuno 的这个引擎。那你说 Natuno 的引擎呢，就是源自于 MC20， 其实就像我是 Greg Gale Trofeo 的时候聊到的，基本上呢，你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除了就是钢劲跟冲程是一样以外，它有一些细节也是一样，像 Twin Spark 然后预燃烧室这些是一样以外，那其实涡轮也不同，然后油底壳也不一样。我们今天先试的是 Trofeo 的版本，这个 Trofeo 的版本呢，它的扭力呢其实已经突破了70公斤米，那最大的马力呢其实也已经到550匹，它等于又比 Greg Gale 的 Trofeo 多了20匹。为什么？因为就是要满足高性能的需求，所以在整个引擎的设定上呢，它会让你觉得在运转的那一种咆哮声比较能够对应上一代 Gran Turismo 那个 V8NA 引擎的那一种声浪。那么它的八速的手自排变速箱呢，那反应也很快。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很多性能车都换上了八速的手自排，主要就是那个运转的平顺度更好。那你要操作升降档的时候呢，它也能够给你那种就是操控的乐趣。那另外比较特别的就是，其实因为现在的车动力都越来越大，那所以它为了要让你的操控安全性提升，那除了当然现在的 ADAS 这些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已经算是很多车都有，连国产车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算太特别。但是在设计概念上呢，连 Maserati 的 GT 跑车呢，它也是以绝对的安全为导向。那为什么绝对的安全为导向呢？其实坦白讲，他们除了在配重上很讲究，因为它的汽油引擎呢，它一样是维持的均衡的配重，它换上了六缸引擎，那会变得比较轻盈，然后再加上材质的进步，就是大量使用铝合金啊、镁铝啊这些高强度但是又比较贵的这些金属元素，让车体的结构变得更强，然后防护力更好以外呢，它用前中置的引擎配置，但是在操控性能的提升上呢，它是以就是四轮驱动作为主轴，所以现在等于除了 MC20 它是中置引擎后轮驱动以外，不管 Greg Gale 那不管是 Gran Turismo 它都是四轮驱动。那四轮驱动的好处当然就是它等于就是让你能够对应更恶劣的气候跟路况。坦白说，我个人不觉得就是台湾会需要四轮驱动的跑车，因为我们台湾不会下雪，可是我们台湾多雨，尤其对于可能喜欢开山路的朋友而言呢，四轮驱动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抓地力更好，循迹力更强，而且它在弯道的极限呢其实相对是会更高的，所以某方面来说它的确是更安全。因为就像大家都在追求速度，追求那一种大马力的堆砌，但是相对的你可能会忽略高性能它背后所带来的风险。那么四轮驱动呢，某方面已经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 Maserati 它的四驱系统呢，是在一般的状态维持前轮 10% 后轴 90% 的推送力。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基本上呢你开起来的感觉呢，它还是像一台后驱车一样的灵活，但是呢当你在
弯道的时候，尤其像出弯的时候，或者是它侦测到你后轮可能快甩摆，它前轴还有一个 10% 的牵引力，而且当你开始甩摆，就是侦测你要甩摆之前呢，它会把 50% 的动力抽送到前轮，让你维持前后50:50的这个驱动力，等于你前后轮的抓地力相同的情况下呢，它的确就可以发挥更强的这个抓地力。那在底盘的设计上呢，它会让你觉得整个底盘跟悬吊，就是与路面的服贴性变得更强以外，那再加上原本它就配重已经算是相当均衡，因为它在空车的情况下，它的前轴荷重是 52%， 后轴是 48%， 但是如果你车上坐满了四个人，就是它会借由座舱的荷重来让整台车的配重变得更好，所以就是50:50。那你在开的时候呢，因为配重均衡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会很喜欢开中置的跑车或者是后置引擎的跑车下赛道，因为很简单，你觉得它的弯道极限很好，可是呢它也不是完全没有罩门，好比说它的后轴的下压力太重的时候，你在跑山路或者是上坡弯的赛道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前轴的抓地力不足，那这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以前置引擎设定的这种 GT 跑车，它相对会让你觉得好开，因为它在不管是任何的状况下，它都不会过于极端。所以以 Maserati Gran Turismo 这一次的设计，我开得出来它的进步，虽然那个进步不是说很大幅的要进，但是以一台 GT 跑车而言呢，它已经第一个时间点会让我觉得开心，因为那个开心的感觉就是除了它有很 fancy 的造型，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 Maserati 它在 GT 跑车的领域呢已经享有盛名了，所以某方面来讲， Gran Turismo 呢对于这个品牌来讲，我觉得它有更深的那一种意涵。那当然他们现在销售最好的肯定也是休旅车，但是以这样子的双门的 GT 跑车来讲，我觉得我会更喜欢。我目前对这台车的满意度呢已经有90分了啦，我已经觉得这应该是我有史以来试驾过最棒最棒也最喜欢的 Maserati GT 跑车。好，我们在中继点呢换上了 Fogole。 那 Fogole 呢，它等于算是集结了 Maserati 它的最高科技。那这台车呢有几个特色，就是它应该是有史以来 Maserati 马力最强的车型，因为它有三个马达，那每一个马达呢它有300千瓦，理论上它应该可以炸到1200匹，可是就是为了要让它有实用性，所以它有点缩限，因为前轴一个马达，后轴两个马达，那它的这个电池是用一个 T-bone 的形状，就是为了要节省空间，因为它虽然不需要传动轴，可是它还是要兼具标准四座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在这个设计上呢，它是采用 T-bone。那电池的部分呢，它虽然是采用 92.5 千瓦小时的电池，可是它的长载的状态呢，它是只有83千瓦小时。那结合它800伏特的电压，因为你知道现在电动车呢，800伏特的电压等于是天花板的门槛，所以这台车它算是集结了所有的科技所打造的。而为什么会这样子设计呢？当然就是还有安全的理由，而且呢它的前单马达后双马达呢，它目前就是让你在能够日常行驶的情况下呢，它其实是760匹，但是你在极限的状态下呢，它可以维持800匹。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当然主要现在是因为电池跟不上，因为电池在放电的部分呢，他们未来电池还会再进化，所以未来的 Gran Turismo 的 Fogole 它是1200匹的，
而且它目前的扭力呢是1350牛顿米，那换算公斤米等于超过了136公斤米。虽然它有这个拨片，它拨片的功能一样是为了要放动能回冲，而且它是有声浪的哦。那另外就是它在行车的模式上呢，它有几个限制。以 Gran Turismo， 如果你选择的是Mondena， 那当然它没有 Corsa， 就是没有赛道模式。那这一台 Fogale 它有，可是呢，它还多了一个 Max Range。那么这台车呢，有几个性能数据，我觉得是特别的夸张。哦，当然零到一百2.7秒，我觉得还好。那你在吹加油门的时候呢，那个贴背感很强，我觉得也还好。因为我之前有试驾过这个保时捷的Taycan Turbo S， 哦，我觉得黑龙熊小拱啊，而且比较特别是它这个电动车的仪表很特别哦，比如指针到200，它才秀出200，哦，就是它不会让你看到说，哎，原本就已经极速是300多的刻度，没有，就是你开多少，它秀多少的刻度。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知道，像保时捷的电动车，它极速要突破250，因为你知道大部分的电动车没有办法到200。就是结构的问题。那保时捷要解决，就是它能够极速突破250以上，它用的是后面有两束齿轮的变速箱。那玛莎拉蒂呢，他觉得他不来这一套，因为他说电动车就是他要让它有高科技，又要有轻量化，它不需要有太多复杂的机构，所以他用的马达呢是等于是次世代的。所以这个马达光是转速呢有17500转，所以光是马达它就可以配到320，这已经算是又是另一个不同的设计概念。那不过还是有几个背后的问题，就是第一个轮胎的对应，那第二个就是当然驾驶技巧你必须要同步提升。那不过这台车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在设计上呢它是全14轮驱动，可是它等于就是它现在受限在760匹的状态下呢，它是可以维持前轮、后轮甚至是单马达在运作，就是它会尽可能的让你的四驱系统呢维持最好的抓地力，所以等于760匹它就是会同时分布在四个轮子上面。那甚至是你在过弯的时候，可能内侧轮它是不传递动力，就是让你在指向性然后在操控性上呢那获得更棒的反应。那我觉得跟汽油版的 Gran Turismo 差异点在哪，就是当然它的加速真的是更快更狂，那声浪呢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因为有的模拟声我觉得太假，就是真的很像捷运那个声音放大。那这台车是你听得到一点点的轮胎滚动噪音，一点点的风切声，但是那个马达的运转呢我觉得相对算是比较精致的。那我另外很喜欢的是它的手感，就是有些电动车呢就是在转动方向盘的时候，它的那个马达辅助我就是刚刚没堵好了，对，刚刚给给啊太多会让我觉得有点轻。那这一台车呢它的手感就很棒，它就会让我觉得哎，其实跟汽油车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不会觉得说因为我现在开的是电动车它的手感回馈不足，或者是让我觉得它前后的抓地力不好。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一个 ELSD。 其实以 Gran Turismo 来讲呢，它在车体的设计上呢基本上是一样，它有65% 是用铝合金打造，可是在底盘的结构上呢其实是做了四个底盘。因为汽油版是 ICE， 那么 BEV 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电动车呢，底盘的结构因为要对应它的 T-BOM 的电池，所以它有一些强化，那还有要让那个水道可以运转，所以是不一样。那未来他们还有一个 Cabrio， 就是敞篷版本，那所以说它等于是看起来是一样 Gran Turismo， 它开发了四个底盘。那在差速器的对应上呢， Mondena 就是采用490匹的动力的 Mondena， 后轴有一个机械式的 LSD。 那么在 Trofeo 上面呢，是除了机械式的 LSD 以外，它还多了一个电子式的 LSD。
就是在滑叉的反应上，或甚至你在动态稳定系统没有关闭的情况下呢，它就可以预先做动。那这一台车，这一台电动车，因为扭力实在是太狂了，动力实在是太强，所以基本上它也是维持机械式跟电子式的两个配置。但你会发现哦，就是我们刚才在 GT 的模式下呢，你基本上听不到什么声音，但是你在切到 Sport 的时候，你吹加油门的时候呢，那个喇叭的模拟声就来了。对，它不是像一般电动车那种嗡哦，它是真的比较像汽油引擎哦。我小调皮的把它切到 Cosa， 它切到 Cosa 的那个扭力真的就很强。那再来就是电动车的动力这么强，那它的刹车制动性怎么样呢？我觉得吸力度可能 Trovio 会好一点点，因为在刹车结构的影响下呢，就是两个结构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 Trovio 它还是比较轻，那这一台车因为是电动车，虽然它已经极致的轻量化，可是它还是有两公吨的重量，那它没有主动后轮转向。但是我在这样子跑山路呢，我不会觉得它不好开，也不会觉得它指向性不好，因为低重心加上配重比较优异，就是50:50嘛，所以目前感受的操控力呢一样很棒。但是就是你在刹车的时候啦，就是你要刹到那个点，你可能要右脚用一点点力量，多用一点点力量，然后你在 trail brake 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就是比汽油版要来的沉重一点点，但那个没有很明显啊，就是可能是 0.0 几的那一种感受而已。那另外因为它在使用800伏特的电力系统，它当然有一个特色就是充电效能快，但是你必须在 DC 快充，就是300千瓦以上的这个充电桩呢，它一样也有5分钟100公里的这个效能。所以未来电动车的里程焦虑的问题呢，的确会越来越改善，而且会越来越好。那这个 Fogale 呢，等于是 Maserati 的第一台电动车，那下一台呢就是 Grecale 的电动车。不过 Grecale 呢在设定上系统上跟这一台不一样，这一台采用的是800伏的电压系统，那 Grecale 呢它用的会是400伏，因为对应特性不一样，这一台车它等于就是一台跑车，所以它原厂就是这样设定，而且它的动力也的确是相当的狂暴。很快的我就要结束这一次试驾新的 Gran Turismo 的旅程，那么在体验过 Fogale 跟 Trovio 之后呢，我觉得新的 Gran Turismo 它真的是要劲，就是不管是电动版或是汽油版，在操控跟那一种豪华而且科技的氛围营造上呢，我觉得都很棒。那当然对我来讲，我会比较喜欢 Trovio， 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说 Trovio 的感觉特别的快，而是 Trovio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能够很轻松的去掌握那一种节奏。那只是整体来说，我觉得 Trovio 会让我更喜欢的原因，除了它的声浪还有那个节奏感以外，就是底盘跟引擎的协调性我觉得更棒。那如果两者之间硬要我选择，当然两者之间在欧陆的售价是差不多的，我会把票投给 Trovio。